前面看着还有点烦，看着看着看进去了，重复重复重复，但是人变了，孩子和不同的母亲之间那种不同的碰撞还欠缺一点。其实我来这儿呢，也就是想跟各位老师啊，还有现在的学员们学习一些东西，因为我没有专业的学过表演。和我一样啊。他说以后你的头发跟他一样。我是有点掉。不着急，没事，早晚会掉光的。行嘞，三二一，走。谢谢老师。